你正遭遇的一切皆当是最好的修行。心是快乐的根，常快活便是功夫。世人多以为快乐与否在于外境，其实快乐只在一心，而且要从一心着手去做功夫，一切还要落回到自心修养上去，这便是良知功夫的内涵。心的修养越深，受外境影响的程度就越小，你就越是快乐。世间磨难皆是砥砺，凡今天下之论议我者，苟能取以为善，皆是砥砺切磋我也，则在我无非警惕修省尽德之地矣。人间是道场，淤泥生莲花，这是一种心态，一种态度，也是一种境界。参破生死，尽性之命。人于生死念头，本从生身命根上带来，故不易去。若于此处见得破，透得过，此心全体方是流行无碍，方是尽性致命之学。人生出生此外，万般皆是身外之物，很多东西放下了，心才能更豁达，如此方能活得明白，活出深邃，活成自在。